早啲，我覺得佢揾嗰個架數都有啲問題啦，都影得唔好。啊，穩陣啲。好波，繼續啊！ 去曬啊 ，Michael！ Nice！ 唔緊要，繼續啊，喂，好波啊！ 咁睇都仲可以，因為後生仲快啲嘛，都廿零歲，你個人體可以作，同埋你有翻唔上嚟，應該要識得拉翻。有機會啊，左腳，哎呀，我以為 Michael 左腳有得射下添咩啊？喂，走，走，走，有嘢試下。 好波啊，冇，去埋。喂，喂，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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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咁啊都係打下啲反擊。係佢都係打反擊多，你睇下佢後都係控制曬啲人喺後面。唔係佢哋入我哋嗰下都係反擊啫。係啊，都係嗰下佢邊邊咯，突然之間快，唔係我哋自己前場拉做多實。哎呀，仲要掟輸喎！但都是要熟悉一下呢場，因為我哋嚟緊杯賽最後一場薩科頓喺馬鞍山踢都好細嘅。啊，馬鞍山大咗少少。少少咯，唔係大嘅，即係呢個同沙田唔一樣，係牛皮沙先大啫嘛。係牛皮沙真係大，呢個啊，呢個。如果呢個場，如果牛皮沙頭先嗰下就應該最靚，呢期俾得咁，真係慘。我已經係可能真係傷咗，真係已經，但我唔明我起曬火追。望住龜，傷喂大傷過就住都合理。咁啊，咁我都知冇得。唔係，同埋嗰球我去曬都冇用，去曬佢個波嗰個來勢係唔似我攞到嘅，我覺得。你都鑊咧？你掛靴啦。係啊，再斷多下我就掛靴啦。掛靴喎，真係掛靴啦。哎呀，好波啊喂！呢、這個場我從幾年前睇開比賽就知道係個前鋒真係要出嚟贏波先。呢個場應該係攞定波轉個身就射得啦，唔使。係啊，唔係，但係個前邊最慘就係你都要攞到波咯，即係唔可以下下全靠邊，因為學你話真係場數太細。即係邊好難追波。好難追波，即係你好難話打兩邊嗰啲戰術咯，喺呢個場。有啲場得㗎嘛，譬如佢哋觀塘啊，嗰啲闊闊地咧，即係都唔係係咁換邊都得，都得㗎嘛。跟住嗰啲個對手佢冇咁切快，換得切啊嘛，佢都攰㗎嘛。如果下咁同你撲嘅話，佢嗰啲就會踢得保守啲啦，自然都唔會攻得咁切。係啊，佢哋唔敢攻咁切。但係依家呢啲場咧，啲對手就真係咁攻切，即係得切啊嘛。頭先你都聽到佢哋講嘅，咁前啲啦，咁前啲啦，你就算。真係俾人哋攞到，你都即刻回得切，都追得切啊嘛！你除非對手真係好好技術，一控又控得定，你控波要時間啫嘛。咪咯，你要攞定啊嘛，攞定，即係大部分人都應該要攞定。攞定啊嘛，個個斯丹，望都唔使望，即係俾到隊友攞下啲路。咁我唔使喺度踢佢。唔係啦，咁唔使喺度踢啦，傻啦，唔使話做佢啲級數啊，羅賓奴嗰啲，好瀟灑啊，羅賓奴錢。根本控咧，好似即係啊！即係佢控嗰下，其實佢點解會勁過普通人就係佢已經可以揾到自己嘅隊友。係啊，呢啲咪用腦踢波，佢係輔助啊嘛。係啊，唔同嘅，級數唔同，真係級數唔同。做到呢啲已經係球星。我哋係用，我哋係用。唔係，所以咩技術咪要喺度踢街波、踢業餘波咯。人哋嗰啲咪球星嚟啊嘛。人哋嗰啲係用腦踢波。用腦踢波啊！用腳係。佢個波未嚟到，佢已經知道應該要俾邊個。都係㗎，其實呢樣嘢係幾難練嘅，講真，因為你人要講平衡感㗎嘛，你好啦，好少人可以個波未嚟到之前已經可以穩定隊友或者轉埋身，好少嘛。通常正常就算好技術，你都要控一控個波㗎嘛，控定咗。你真係有啲。跟住就係啦，跟住就要揼翻，去曬。有機會就抽啦！哎呀 ！Nice， 繼續。好啲，定啲嚟，圍住嚟投啦！哎呀，可惜。繼續啊，喂！喂，始終我哋換咗三個人嚟，冇人換，係爭啲嘢。體能上爭啲，體能上係咪？我哋會爭啲，但係依家問題就係我哋要點樣破佢密集啫。嗱，你睇下，人哋嘅前鋒就真係出嚟攞咗。好難啊！呢個場真係好難，太細。哇！唉，冇。回事啊！你睇波啫，繼續啊！喂。所以練到嗰啲人真係，真係個波命練到已經知道應該判定。踢香港啲場咁細啊，另一種玩法。其實香港啲場應該撞場撞多啲會有優勢。哦，咁啊係，落場。唔係，但係其實呢啲場都好難，因為呢啲場
因為你問題係你踢波你睇到有時睇睇對手噶嘛，無可否認嘅。你對手好似呢啲咁嘅隊，咁佢收埋後面，咁撞唔到，根本都撞唔到，根本唔得撞。成個好似鐵桶咁大佬。唔係啊！頭先你踢前面嗰人應該會 feel 到嘅，好似我啊阿船仔應該 feel 到嘅。就算走翻出嚟啲位，唔好唔做波，一定係要走嘅。係啊，應該追到。好波，好波，勤力啊！哎 ，nice try， 唔錯，繼續啊！踢廿五分鐘啊嘛，仲有十五分鐘。廿分鐘嚟嘅。廿分鐘，咁即係做十分鐘。我佢十一點熄燈，試用幾點運動？我冇啊，擺喺。喂，前衞啲啊，喂，志俊，當下望波。喂。好波 ，Andy！ 四啊！俾條線去走啦！誒、有啊，中間啦！好波，唔緊要 ，nice 啊 ，nice 啊，繼續啊！好波，唔好淨係諗住飄啊 ！OK 啊 ，OK 啊，跟住啊！見到我唔到前，通常試下咯。秒神嘅，小心啊！不過你我甩唔到嘅。正波，轉身，轉埋身啦，準備做好攻勢。Jackie 非常之敏感，嚟追波嘛，能源上，唔好諗住飆個波，我諗住翻嚟幫波。其實睇呢幾年出嚟踢，我都好驚遇到啲密集嘅動物，啲密集都唔知點。反而譬如大啲場，佢同我鬥跑鬥攻，我驚。最多都係大家鬥下技術，跑多兩步。哎，好波，叻仔。聽到卡聲，不過冇心嘅，冇心嘅冇心，冇心佢俾波嘛，佢係年宵大膽，即係俾完波再做。入波，入飛，喺度，再加翻個波去走。呢個陣應該都係打李二同嘅啦，相信暫時最佳陣。呢會唔會過？我哋後衞就係諗住破壞啫嘛。係咯，但呢個係最強嘅喎，應該。Jackie 打呢個 ，Andy 打個少少逆位，有 Michael 打邊。冇啊！睇啦，要讀書。換條粉皮嘅，又未翻。有排。同埋生活出喺東歐。係咯，依家去咗邊啊？知唔知啊？唔知喎，我之前見到打緊工嘅喎。哦，裝修啊！裝修緊。維修係啊。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該，唔好意思，多謝。
多。是我見 Jack 回一回神 ，Jack 已經鬥咗入去啦。誒、欸，唔係啊，我哋有重播喎，一陣知道邊個整個面傳。好嘢，唔該啊，曬頭你哥，曬頭你哥。OK 啊 ，OK 啊 ，keep 住啊 ，keep 住啊。攞起個信心，集成隊伍一下咯。OK。守好啊喂啊王宇踢二十喎 CJ 有邊度CJ 還有踢嗎有得閒就踢咯不過我最喜歡踢你們有什麼分別來的呢幾刺激啊有邊杯賽因為我們那些杯賽要下雨通常是季尾頭季尾先踢喂掹的喎呢下咪攬實啊攬實的喎好明顯喎而且因為咪咪過咗去係過完之後再攬返吹吹呀可以穿你再黑條走啦頂晒好波啊冇返嚟先返嚟先啦夠啦NBB 鬥翻中場，三個兩三個鬥。我想打多佢一個前邊啊！一個防咗佢啊，老友。前面幫波啦喂！係嘢，繼續啊，繼續啊！上水應該打到。想俾低益嗰下，佢已經吹咗啦，因為佢估唔到 Jackie 會攞到個殺槍啊嘛，佢就聽到佢聽到Andy 嗌嗰下啊，吹壞，可以俾佢啊！真係講真。
於是啊，喂，好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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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哥，好波啊，明！踢波，專心踢波，喂！水狗嘅錯，係 X 人 ，X 人。如果係佢嗰下，不過真係嗰下真係情緒突然間上嚟，佢落緊雨啊，大佬。清曬啦！哎呀，面前真係有啲。依時㗎，依時啊，四野完全冇人。全身有軌道，好波，愛你，有罪證，罪證確鑿。踢波啊！踢波啊！都係踢專心踢波啊！踢埋場波先啊！喂。啱啊！啱啊！啱啊！啱啊 ！Michael， 啱啊！啱啊！俾啲干擾，干擾，干擾信號。哎呀！好吧，好吧。